到底觉得不对快，因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差别出来。比赛来到第二道已经开始进入转弯，准备要转跑道了。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先冲出来的是我们穿浅色紫色背心的是高一大班，暂时领先，但是后面的三个班子我们看到还有个背心的是两个班级是高一四，高一四在转弯地方我们转了旁边，在街道的时候就开了大的这个默契了，在默契上来讲，还有目前看到的白色的高一六班好没有被超过，但是目前看到黑色背心是高一八班，高一八班在后面紧紧直追。看起来的增长马大这个看的步距也非常高啊，所以呢这个后面有追上来。在大乐这边比赛中，大家都知道速度是很重要，但是默契更是决胜关键，因为你接棒的时候的秒数一点点都有可能影响到你整个比赛的这个名次。那我们看到目前占据主导的是我们紫色队，现在高一高班目前还正在领先的位置，接着第二个名次占据的是我们白色的高一六班，第三个名次占据的是我们黑色队的高一四班，以及我们红色队的高一六班压走在后面，在集体之追。那现在比赛来到了第五个棒次，已经准备接棒给第六个棒次了。我们现在看到目前占据领先的还是我们紫色队的高一八班，后面是白色队的高一六班，以及黑色队的高一四班，以及最后面是我们高一六班。那看起来呢，这个大家都不是很远，拉开没有距离，也没有拉开啊，都很接近。好，那同学记得在比赛中小心一点，好了，不要滑倒了。那这些比赛都很顺利的在进行中，可见大家在暖身的时候都做得很好，所以呢，比赛呢看起来接棒都有好好的练过，所以呢默契都很高。那我们看到我们白色背心的高一六班冲出来，想要往前面能不能追过高一八班，能不能缩小距离呢？我们再来拭目以待。红色背心高一六班，高一六班现在看起来想挑战高一四，有没有机会呢？高一看到高一六班在接棒区这边准备好两个棒次，几乎同时间进入我们的接棒区。好，目前看起来第一名还是我们紫色背心的高一八班，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最精彩是我们黑色背心的高一四以及红色背心的高一二班，两班非常的接近啊，两个班只有两个人生的距离而已啊，这个在接棒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谁的默契高了。所以呢，目前前面两个棒次事实上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后面高一黑色的高一四以及红色的高一二两班都非常接近，高一二有没有机会从外圈闯过去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目前为止，高一二跟高一四几乎是同时间进入我们的第十棒，这个比赛已经来到了一半的方式了。目前黑色的金子高一四还是不让我们高一二有这个可乘之机啊，还是用这个很不好的默契接棒的默契能够挡住了，然后目前没有被拉开距离。目前看起来，我们的第二高一的第二组，这个比赛顺序都非常的明确了。这个目前占据主导的还是我们紫色背心的这个高一八班，以后面接的是白色背心高一六班的同学，然后面的黑色背心的高一四班有拉开一点距离，红色的高一二在集体直追之中。我们比赛来到了第十二棒，已经完成了三分钟的棒次了。那我们看到前面比较精彩，是我们白色高一的高一六，高一六想办法超过我们白大的机会。高一六同学在努力，第十三棒几乎已经差两个人的距离了。我们看一下，在接棒这边就考验了大家的默契，看到男生棒次，男生棒次目前呢，我们看到高一八跟高一六两班都真的是非常的不分身势啊，不晓得到底谁会在前面的人后面。啊，但是看到男生的棒次最高，所以感觉到米棒速度又提高了一个档次了。啊，所以呢，这个随时要翻盘都只是在一瞬之间。我们看到白色的高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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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可能超过我们的高一八六？没有，高一六，他们超过了。我们接到接棒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可能呢？要保持领先，就是接棒默契要好。啊，我们现在看到战局有点转变了，所以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真的到男生棒次随时都有可能翻盘。这里看到所有的距离都拉近了，是目前战局紧接着已经换成是我们的高一六班，那后面紫色背心的高一八班一定要黑色背心，黑色背心的我们高一四班、高四班，我们机会能够砍进来吗？好，看到前面的这个领先是高一六，我看到三四三四三四同样的三四班有机会，我们的高一四班努力想超过高一八班的机会呢？在接单区这边，我们看到啊，这个接单起来的时候啊，还是可惜了。好，不过呢，两班已经拉近了非常近的距离，升到第十一道。你看到黑色队现在是高一四班，高一四班一样才走完数学，很想努力超过高一班，有没有机会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第十八班已经在待命了。好，第十八班目前跑出来的时候呢，一样是高一八跟高一四班两班非常的接近。高一四黑色队新的同学加藤万寿和他都是多了一点点的距离。接着我们看一下接棒这边的，因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十棒，已经在准备待命了，已经来到了第二个棒次。我们接着要看到我们第二十八跑一到十公尺，最后呢冲线是谁，只有最后才会知道。目前看到现在看到的是白色背心高一六，那再来第二个冲刺的是紫色背心的高一八，以及黑色背心高一四，以及我们高一红色背心。好，同学们不要再跑到山，比赛还在进行中，小心安全，注意一下，让我们最后一个棒次能够全力冲刺。在终点线这边，我们有录影可以来做辅助，所以呢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用最公平的方式来判别名次。
好，看到最后一个班次也准备通过我们的终点，好，高一的第二个比赛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请高一比完这个五场，请四位组的换一下。请政府和班级二前列，第一组服高三二班、高三三班、高二二班、高三五班。请到老师的左手边。